在海边笑，俗称海啸。海哭当然就会石烂呀。你要照片，闭麦快点。啊，我的东西。煎饼果子真好吃哎。这煎饼果子里面的，这咋一股新疆味了？这煎饼果子里面的脆脆还挺好吃的。他们居然把羊桃当做汤的那个，你觉不觉得那个羊桃在里面看着像一只海星？嗯，它可爱。那海绵宝宝呢？海绵宝宝在厨房呢，为啥？洗碗啊。对。他在厨房阿姨手里，别说笑话，会海啸。大海说：“哈哈，给爷整笑了。”海哭当然就会石烂呀。啊，我的东西。要吹，你闭麦快点。是海耶，姐姐。最轻的一个海域。那有什么鱼可以带上来？就是那种没有鱼多的那种。你在水下是不触碰任何的水下生物的。就这么大的海是有海域区分的吗？那如果钓鱼呢？钓鱼的那种鱼不能。哎、啊，那这边的海鲜也是走这个里面捕的吗？哦，下面的鱼是不能吃的那种。不能吃。本来的性格就是爱笑，很有可能在就是大海边，海南人。其实海南人就是那种想的很简单，你学校。学个笑，你干嘛？但是他爱笑，因为可能是在大海边，在海边笑，俗称海啸。其实海，快快快，帮我拍照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可以啊，超越，来来来，就是教你了。帮我拍一个。